on the set in front of hundreds of people and look good in that suit. And, you know, I take my hat off to both of them. They both trained. So I worked out a bunch. I loved the challenge of it. It was harder as a non-mid-20s person to get into the kind of shape where the spandex isn't going to show everything up. The one piece, it's kind of like he just puts the whole thing, it's just one jumpsuit. Of course there is. So you might see a weapon that he uses now in this film that he never had before, but it was part of his old technology. We put zippers in a slightly easier position, and it was very funny when they were like talking to each other. Each of them was jealous of the other ones. Okay, okay. The Avengers. What's that? I love you. You're killing me. No, I'm not. You're so dry. You're absolutely. I love you guys. Okay, go from where? Go from before. Peter one. Peter two. Peter three. Sure.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漫放毒社。这期是关于蜘蛛侠三英雄乌龟删除场景的解析视频。随着本月15日电影蓝光版惨遭泄露，漫威目前也终于发布了一部分电影的删除场景和短片来宣传造势。另外，在几天前，你可能在网上看到了另一个大新闻，在漫威电影宇宙中扮演霹雳将军罗斯的威廉·赫特去世了。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演员。目前出于尊重，我不会做关于这个的视频。在漫威播出女绿巨人电视剧的时候，我可能会开始讨论那些角色会在片中发生什么故事，我会在里面谈到霹雳将军罗斯。好了，回到正题上，如果你现在还没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下面就要小心剧透了。在这期视频片头播放的短片中，你可以看到很多托比·马奎尔和安德鲁·加菲尔德以及与邪恶六组角色一起拍摄的额外场景，不过这只是被删除场景的一小部分。所以在4月，当漫威正式发售这部电影的 4K 蓝光版时，里面将会包含所有被删除的场景，到时我也许会做一个更大的删除场景解析视频。首先，我们在短片中能看到托比·马奎尔像安德鲁·加菲尔德一样在滑翔机上与绿魔搏斗，而来自《超凡蜘蛛侠2》中的反派电光人，在自由女神像的最后一场大战中，他与托比·马奎尔和安德鲁·加菲尔德所扮演的蜘蛛侠也有打斗的时刻。所以这些来自之前蜘蛛侠电影里的反派都成为了这部电影最后最头疼的事。但很多粉丝更希望看到漫威通过制作托比·马奎尔与威廉达福绿魔的场景来继续衔接他们两人之前的过往。 I've been like a father to you. Be a son to me now. 公平地说，在拍摄英雄乌龟的早期，漫威确实参考了很多第一部蜘蛛侠电影中绿魔的故事线。当他们在奇异博士的牢房里见面时，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在最初的宇宙中死去了，只是没有马上完全理解。 You know, I'm something of a scientist myself.所以这次很酷的是，漫威真的拍了托比·马奎尔和绿魔对抗的场景，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最终没有剪入院线版。我猜可能是因为漫威想把这场自由女神像之战变成像复联四终局之战最后那样的决战。在终局之战最后一场战斗中，不开玩笑地说长达30分钟，可能是因为他们想继续讲述奇异博士是如何编织他的第二个咒语的，所以漫威没有让自由女神像的战斗持续那么久。在那里你能看到所有的现实在他们周围撕裂，他们还没有修复第一个咒语，来自多元宇宙里的邪恶六组反派还在漫威主宇宙的地球上。但这场最后的战斗有很多被删除的版本。在最后一场战斗中，在他们拍摄蜘蛛侠英雄乌龟的时候，网上流传的几个版本的美国小姐查维兹出现在了奇异博士中的概念化。其实所有的漫威电影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很早就会开始拍摄这些打斗场面，并试图推敲会有什么样的大动作场景。漫威的特效人员实际上必须在电影开拍前就开始制作，因为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且很多时候在他们开始制作这些大型的打斗场景时，会对他们进行概念化，在确定电影中会出现的所有角色之前，他们必须根据实际拍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结果来制作一系列不同的版本。另外，下一个被删掉的场景是彼得和邪恶六组一起乘坐电梯，他们都表现得很随意，好像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宇宙的超级反派一样。如果你还记得托比·马奎尔版的蜘蛛侠2电影，那这明显是对那个蜘蛛侠尴尬乘坐电梯场景的反响。在里面，蜘蛛侠被迫乘坐电梯上楼，而不是像往常一样砸往上去。Right up in the crotch a little bit too. 其实这些反派既可以飞行，也可以通过电线或者用章鱼手臂从建筑上跳下来，但现在他们却像普通人一样坐在电梯里。然后镜头跳转到他们走进哈皮霍根的公寓，这里有点搞笑。我想在这个他们一起在公寓里闲逛的喜剧短片中，仅章鱼博士说了一句这一切是多么荒谬，你可能就能理解了。所以漫威把电梯场景删掉是因为感觉太多余了。
下一个被删除的场景是关于马特·默多克的夜魔侠。在这部电影的前期，他正在为哈皮·霍根辩护。在这个小型会议中，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律师。他告诉哈皮·霍根，你需要一个好律师，因为灾害控制局肯定会起诉你的。Let's hear what he has to say. Matt? You're gonna need a really good lawyer. How did you just do that? I'm a really good lawyer. 在这个会议室里盘问他们的人是灾害控制局的律师。他们起诉哈皮·霍根窃取了斯塔克工业的技术。你可以仔细想想，政府的灾害控制局起诉哈皮·霍根是很奇怪的，因为斯塔克的技术实际上属于斯塔克工业，所以彼得·帕克总是在说，哦，你知道的，他是哈皮·霍根，请不要起诉他，我们会把技术带回来。而且漫威还确实拍了一场来自复联四终局之战中年轻版摩根·斯塔克的戏，显然他现在会比以前大了好几岁，他将作为这个场景的一部分出现在电影中，他会和哈皮·霍根一起拷问被偷的斯塔克工业技术。此外，马特·默多克的夜魔侠被删除的场景还有一个更长的版本，钢铁侠的女儿摩根·斯塔克可能稍后会出现在这场戏里。如果连没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话，我下面来解释下。哈皮·霍根其实在神秘客放出那个视频之前，就在 3D 打印机里偷走了钢铁侠的等离子弧反应堆，所以整个事情的经过是在他们和神秘客大吵一架之后，在神秘客的那个视频出现之前，哈皮·霍根回到了他的公寓，事情也有了短暂的解决。哈皮·霍根就把 3D 打印机里额外的等离子弧反应堆带到了他的公寓，所以他们在蜘蛛侠英雄远征中用老式 3D 打印机制作的升级版战衣在后面被神秘客毁了。如果钢铁侠没有发现是哈皮·霍根偷的等离子弧反应堆，那就是钢铁侠在钢铁侠2电影的结尾用新的元素创造了钢铁侠马克6号战甲，然后在复仇者联盟电影中再次使用。而且还有很多关于等离子弧反应堆和章鱼博士的核融合反应堆的参考资料。如果你不记得了，章鱼博士其实在最后一场大战中摧毁了等离子弧反应堆。The power of the sun, the power of the sun, in the palm of my hand。在这部电影的最后，在蜘蛛侠与邪恶六人组的战斗中，似乎还有很多其他被删除的场景。漫威为自由女神向上的打斗场景拍摄了很多镜头，然后剪辑出了最精华的部分。他们还大谈自己是如何用现代的材料来改进电影中托比·马奎尔和安德鲁·加菲尔德的蜘蛛服的，这让他们在拍摄过程中更能符合实际的拍摄情况，能够随意的在片场走动。当然，威廉·达福绿魔的盔甲也是这样做的，拉链对这些战衣有很强的重要性。早在20多年前，他们还没有这样的拉链，当时的战衣穿起来很不舒服，所以服装部门在里面说，托比·马奎尔和安德鲁·加菲尔德都在嫉妒对方的衣服。而汤姆·霍兰德也曾说过，托比·马奎尔和安德鲁·加菲尔德的蜘蛛服都比他之前的蜘蛛服要舒服得多。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托比和安德鲁的战衣都是布料做的，穿起来更舒适。这里就是他俩在电影结尾时所穿的全新蜘蛛服。这次汤姆·霍兰德新制作的战衣更接近托比和安德鲁的衣服。在荷兰弟和他们俩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后，他受到了他们战衣的启发，他的新蜘蛛侠标志制作的看起来更像安德鲁·加菲尔德和托比·马奎尔的蜘蛛侠标志。他也确实从旧的战衣上拆了一些零件来制作，所以能在片中看到之前战衣上的一些碎片。就像这个面具，我认为它还是来自于上一个版本的战衣，所以眼镜的红魔仍然会以同样的方式工作。再来说说马特·默多克在漫威第四阶段里的夜魔侠，当他以夜魔侠的身份回归时也会是一样的，漫威会给他一套新战衣，这样更能符合漫画的风格。由于现在使用的现代的材料，所以对查理·考克斯来说，在拍电影的时候能整天在里面随意走动将比以前要舒服得多。而接下来漫威还有很多劲爆的东西要发布，月光骑士几周后就要播出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另外，如果你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或线索，可以在下方的评论中写下。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见。